你报警了，你回去帮帮他。不，不要和你在一起。谁想跟你在一起？哟，大龙。哎，大龙，你这是……李青，请你重啊！哇，这是丽丽最喜欢的了。我不是吹的，为了给你买这个娃娃，我是骑着摩托在整个市里都转遍了。 哥们儿，哎，谢谢。人，这哥们儿还说这干嘛？对对对，不说了，我走了啊。后天的事儿都安排好了，我干什么？哎，有你的事儿啊。分配啊。你帮我放炮仗，从丽丽家到酒店，再从酒店到新房，你说是吧<笑> ？OK， 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我保证你们各个双响。 乒乓，乒乓，啊！哎，大龙，啊，大龙，啊，大龙，哎，车借我再用一下，明天早上还你。哎，小八，你要准备干通宵了。明天你不是还要陪丽丽去领结婚证吗？我说啊，你得太平点儿，真的。这我知道。 帮帮忙！哎，你缺多少钱？我给你，算我赞助，好不好？这我知道，自己挣，心里踏实。哎，哎，大龙，大龙，哎，哎，路过我们家的时候，跟我妈说一声，叫她晚上别等我了。我今天晚上还不知道几点回去呢，叫她早点睡啊。听见了。 走啊！哎，来了。哎呀，是大龙啊！来来来来，哎，我这湿的。哎，没事，进来进来。来，好，我给你拿毛巾去。哎，大妈，你别忙了啊！哎，哎呀，这老天爷，白天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下这么大的雨啊？ 来来，脱下来，赶紧脱下来。丽丽啊，叫我给您带个口信儿啊。他今天晚上要晚一点回来，又要晚回来，让您先睡着。哎呦，大妈来，我自己来吧。大龙，哎，你吃了晚饭了吗？吃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我给他们留的饭和菜，他们不来吃，那我们一起吃吧。大妈，我真的吃了，真的吃了。来，吃点啊。好，我吃糖，我吃糖。好，多吃几块，多吃几块。谢谢谢谢，我，哎，大妈。 丽丽结了婚，你要常来玩啊！哎，你呀，别生丽丽的气。她呀，从小脾气就犟，不肯听我的话。我老早就跟她说了，大龙人好，大龙人好，她偏不肯听，一定要跟李青阳好。那是李青阳的福气。大妈，青阳他也会对你好的。 对我好有什么用啊？只要他对丽丽好就行了。哎，我们丽丽啊，就是脾气在犟，这么多人追求她，嗨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李青阳就迷住了她的心。这雨还真下大了。 春雨绵绵呗，我说丽丽啊，嗯。
戴上，别着凉了。不冷。穿上，哎。挂水器又坏了，大龙也不修一下。哎，别看大龙这副财大气粗的样子，就我知道他，哎，没多少钱，只能买这种二手车。青阳，嗯，慢点开。哎。走几步我看看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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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身子太僵了嘛，啊，你走的时候要扭，要扭出身段，要扭得花哨一些啊。对不起，我只会这么走。你怎么找的人？我的酒家可不能让顾客倒了胃口。人家是来唱歌的，不是来当三陪女的。这位小姐，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。算了算了，大家都是朋友，看荣小姐的样子清清纯纯的，嗓子又甜，我们乐队能够有荣小姐参加，演出一定会更好。话再说回来了，荣小姐能够到您酒家来演出，这是帮您提高档次。是啊，那好吧，那就先试唱三天，唱得好再签正式合同。好。亲啊，嗯，饿不饿？买了两个八宝粥。开着车怎么喝呀？我喂你喝呀。张浩宇请勺子。来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哎，我坐起来。Thank you.
这儿演出好是好，可怎么跟家里说？以后出来是不是方便呢？他爸爸今天出去补课了，所以他就出来了。
你快踩进去。哎呀，快点去吧，金阳，快去，快呀，金阳。哎，来了啊！来了，师傅。没事了，小崔同学了，他父亲也在。孙子，金阳，来，快，快上车。怎么了？金阳，快走。那个人怎么样？他们怎么说？伤得不重。他们说他是吓坏了，一会儿就会好的。快走啊，金阳，快走啊。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。青阳，快走啊！你到底把他交给谁了？你说呀！青阳，你没骗我吧？你怎么下来了你？师傅，你没事吧，师傅？老子我有钱，你要唱好了，这钱全给你。好，小妞，好好唱，咱张老板今晚上把你给包了。小妞，别害臊，来呀，唱呀，来，你给我闭嘴！是我滚出去，还是你们滚出去？老子是顾客，顾客就是上帝，你懂吗？老子花了钱，你就给我唱！对，唱你的去吧啊！好，我唱。我唱你个蛋！
出来。姨娘，我害怕，你看我家活人都在发抖。姨娘，这事情出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再不走，我妻怎么办呢？又要黄了，亲戚朋友的怎么交代呀？这祸已经闯了，天塌下来，咱们也得顶了吧？姨娘，姨娘，让开！反正他要死了，我们不能跟你一起走。大夫，哦，大夫，怎么了？有病！赶快帮他去！快点！哎，把腰带松开。哎，大夫不要紧吗？你快去补挂一个号去。哎，好的。怎么压的？是不是你们？不是我们的车。我们路过西大桥，就看见他躺在地下。当时他还能说话，问他，他就说是被什么车给撞了。是你们送来的？啊，送得好，送得及时。病人的情况不太妙。大夫，大夫。挂号要填写名字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怎么你们不认识他？不认识。我们怎么会认识他呢？哦，你们大概是路过看到了把他送来的吧。对对，好，救死扶伤，觉悟高，逃跑的司机查出来是要判刑的。是，现在病人要做一个胸透，要先付检查款，可是病人的家属不在。哦，我们先替他垫着吧。青阳，走，我们去付款。好，快。青阳，一会儿把付款单交给医生以后，我们马上走。你就只会说个走字。青阳，我好不容易在那女医生面前糊弄过去，现在我们又有个机会呀。再说了，那人已经送到医院了。就算是他活过来了，也未必知道是我们的。街上像我们这样的车，多的都数不清。丽丽，做人要有点责任的。青阳，请你对我、对我妈、对我们后天的婚礼负点责，我求求你了。我说丽丽，你以为我是傻瓜吗？我就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。你想过没有？啊，就算我们今天逃走了，后天的婚礼上，你我能高兴得出来吗？心里藏着一件亏心事，一生一世背着这个包袱，永远都开心不起来。青阳，我去交给医生。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们走一步看一步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你现在马上到车上去，我马上就来啊。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呀，青阳？你就依我这一回吧，这辈子就听我这一回，好吗？哎，你们喊交了没有啊？啊，交了，交了。给你了啊，亲娘。
是他爱花钱，他爱玩。你要打就打我吧，都是我害的，害的你开这个破车去拉什么矿山。以后我不再花钱，什么都听你的。我们的婚事也解散，桂林也不去，日期也不够。上医院去，是我撞死的，我应该负责任。你这个傻瓜，你要逼死我呀你！你把我蔡丽丽弄得都不像个人样子，你一步一步要把我往死里逼，回家去，你快回家去！就当没我这个李青阳，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嫁给他。被撞的是我，那个闯祸的司机跑了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会怎么想？将心比心，这做人总得有点责任心吧。
什么名字知道吗？哦，这是他的工作证，是位教师，叫荣成柱。叫什么？荣成柱。荣成柱。是这样的，出了车祸，你爸爸他……哦，是这样的，你爸爸他被一辆车，是我们前面那辆车，他把你爸爸撞了。我们看见他躺在地下，我们就把他送来了。不是我们撞的，谁干的？不是的，是我开的车，我撞的。啊，不，是你！你别听他胡说，他被吓傻了，不是他撞的，是你。漂亮吗？真漂亮。小弟，嗯，好好做，别粗心大意。嗯。妈，嗯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臭美。嗯。哎呀，这会儿，哎呀，好好好。什么事了，阿芳？给车撞了。成柱，被汽车撞了。阿芳，你不要吓我啊！爸爸他躺在医院里了。奶奶，媳妇起来，怎么样？奶奶，她现在怎么样？我的孩子，我去找她去。我去找她。妈，妈呀，妈呀，你们快扶她，妈！妈，我找她去。妈，你不能这样，妈。妈，你不能这样，妈。等你妈。妈，妈，放开我！看见你妈。妈呀！谁撞死的？被一个叫林俊阳的司机给撞死的。为什么撞死的不是我呀？情愿让我替你的爸去死啊！我要找死去拼命！
先回去吧，我走不了，我被拘留了。不，不。李新阳借用他人车辆，违章行驶，撞死行人荣成柱，决定行政拘留七天，并等候进一步处理。同志，求求你饶了他吧，他不是故意的。我们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，求求你饶了我们。这没什么好商量的，你们家只是延误了婚期，可别人家却死了亲人，你还有法治观念没有？丽丽，你别说了，快回去吧，你妈还在挂念呢。你要回去怎么跟妈说？好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咱们进去吧。